了什么好？还不吃了脚，我们的脚后啊，上面有跌断脚啊，膝盖啊，老化啊，吃了啊会痛啊，就拿楼梯会痛痛痛，想吃现在吃了，可以上爬到三楼都没有问题哦。现在 OK 了吗？啊，哇，你介绍你的朋友。我一天也要没有吃哦，还要来八六，吃了继续吃，我吃一年多了。吃啊，哦，很好很好。我前面很多个都吃，因为他们新加坡很多个，我们介绍给他们都买，昨天他们又回来，我们就叫他拿回去。是啊，现在他是吃什么的？每个就嚼咯。这个 OK Sport 是吗？你拿着，啊，吃这个是吧？啊，吃这个餐啊，我们两种都有。OK， 好的。吃了有效果了。谢谢你。